上拉开位置，你看刚好躲了他这波技能，然后回劈一刀，对射手威胁最大的夏洛特没了，而对面也没了技能，那么这一波射手直接无敌了。李白刚复活，他赶过来还要时间，中路兵线到高地，他复活的第一时间还要清兵，所以当他能支援的时候，他的队友也黑屏了。萌芽四杀，还差一个李白，李白小地图再过来，但是萌芽的血量你仔细看，让萌芽勾引他，我在他的后面用一技能接李白的一技能。你们觉得我要不秒李白的话，萌芽能不能拿五杀？